Hello，大家好，终于到我们今天呢，要继续翻开我们的生存日记。好的，那我们上集呢，就是做了这个凋零骷髅的生怪农场哦。然后呢，其实我盖完之后，我一颗头都没打到。不过也是因为我没有特别刷啦，就是我没有一直刷。总之，如果我今后我们缺头颅的话，我们就还是可以来这边刷一下，好不好？毕竟凋零头的用途也就只有召唤凋零嘛，刷那么多其实也没什么意义。那我们 OK 了之后，我们就飞回去吧，回到我们温暖的家啊。好啦，那我们现在呢已经回到我们的这个地狱门了。那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呢？今天我想要做一件，其实我早就该做的事情哦。各位有发现吗？我之前的那个通道有没有，全部都是用这种石头，然后开凿山路啊之类的，所挖出来的一个通道。那因为没有什么细节啊，所以说基本上我在这里往来的话，都是利用烟火加撬丝的方式在移动哦。可是我觉得这样其实还蛮浪费烟火的，虽然说是蛮快的啦，不过这样要一直做烟火也觉得很麻烦。我今天呢想要在地狱弄一个快速的道路哦。那说到快速的道路，基本上就两种嘛，我自己知道的啦，一个就是用加速铁轨嘛，可是加速铁轨其实没有到很快。而另一种的话，就是把地板全部铺上蓝冰，这样子我们在冰上面滑行的话，速度其实好像不输烟火，所以说我今天就是要收集很多的蓝冰，然后来盖我们的专属地狱通道。那总之我们还是先收集资源吧。等一下，我先看一下我家里有多少蓝冰好了。我记得我之前有去冰山挖了一点回来，我看一下我哪里有蓝冰。哦，其实蓝冰没有很多这样子而已。剩下的都是冰砖，然后冰砖我记得也可以合成蓝冰嘛，对不对？所以说我总共蓝冰就只有这样子，这样是几组？我总共才7组又31个而已啊。其实说实话蛮少的。各位知道我们的地狱道路有多长吗？就我有铺到的地方，这个真的是长到我不知道该怎么讲。所以说呢，我觉得我们需要再去一次冰山，然后多收集一点冰哦。这样才能够比较方便我们修筑的地狱通道嘛，对不对？那样的话，我们就带两个空的介符盒好了，就是这两个空的介符盒，然后看能不能把这两箱挖满。这样子应该蓝冰就还蛮够用了吧？好，那我们准备就绪之后就前往冰山吧。那冰山究竟要怎么走呢？这个我早就知道了，有一个比较近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蘑菇岛那边。蘑菇岛附近不就有冰山了吗？我们直接在那边开凿冰块啊，开凿蓝冰不就行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就是要继续走我们的基岩上方道路啊，这样就能够快速抵达蘑菇岛了吧？OK，我们到了。其实这边真的很远我从我家飞到这边来，也用掉了一堆烟火。来，那我们这样子的话，就是来到冰山了嘛。而且这附近也是蘑菇岛，也不会生怪。然后我们就是找蓝冰，像这个地方有没有蓝冰，我们就直接把它挖爆。总之就是挖到爽啊！等一下，为什么都没有蓝冰啊？等下这个地方没有蓝冰，是因为地形不够好的关系吗？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沉船，加减看一下，加减看一下，船船里有什么嘞？好，给 TNT 是让我炸了这艘船，是不是？哦，有啦，这里还是有蓝冰啊，只是蓝冰都沉在这种水底哦。我们拿出我们的狮头镐。哦，有的是谁？吓死我！拿出狮头镐开始挖啊！我觉得我应该挖到很久，真的。而且蓝冰也不好挖各位不要看我像挖很快啊，它其实一点也不好挖啊。而且我们还会需要挖，就是整整一大箱的蓝冰，我自己都不知道一大箱到底够不够用。总之我们先挖再说了，这应该又要挖我们好一段时间了。而且还有个比较麻烦的，你知道吗？就是我分不清楚蓝冰和冰砖的颜色差在哪，而且我也没有找到就是很大量的蓝冰哦。我们可能要稍微找一下，因为附近都太难挖了。如果真的不行的话，我就只能一直挖冰砖，有没有？然后把冰砖合成蓝冰啊，和那样超累，各位知道吗？感觉好麻烦哦，这个。哇，然后这个地方怎样？这个东西像一个门呢。
好夸张哦！哦，我看到这里有一坨蓝冰长在这里的，碎啦，挖爆它就对了，能挖则挖啊，能挖则挖。说真的，挖这种冰有没有感觉真的像在拆玻璃耶？其实还蛮舒压的，各位知道吗？只是地板很滑，没有那么好挖而已。有没有？然后挖到一堆冰，接着我们就做工作台，然后。这样才只能做20个，各位知道吗？有够可怜的，啊！我怎么这么命苦啊？每次还要来这里挖蓝冰。我现在有几组？我现在有一组。然后我们一大箱的话是，9650，我们一大箱是54组哎。我要挖54组，结果我只有一组，我才完成了1/54而已，顶多1/54吧。不过这也没办法。因为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啊，不然的话，我这样子一直在地狱用烟火太浪费了。东找找，西找找，我又发现一堆了。等一下，我们先稍微预计一下好了，因为我们如果要铺那个冰砖的话，蓝冰的话，对不对？我们总共会需要就是，我们预计我们的总共的道路长度是1000格，好了，就1000格就好，然后1000乘以2就是2000。2000格的长度，我们大概会需要用到32组左右，而且我觉得我这个还是保守估计而已，32组，实际上更多都是有可能的啊。然后我就会觉得好累哦，为什么我不要挖冰砖就好？挖什么蓝冰啊？因为蓝冰比较快，Wiki 上写蓝冰比较快，可是我实际上不知道有没有比较快。不过我们就相信好不好？Wiki 真的是对的，所以说我们还是收集蓝冰就好。好的，观众，我们目前已经挖了差不多15分钟的蓝冰了。我总共是挖了这样子一排，还不到9组，15分钟9组。我之前真的不应该说什么啊，挖钻石1小时好无聊哦。各位知道什么比挖钻石1小时还无聊吗？就是挖一大箱的蓝冰，超级无聊。挖冰就算了，蓝冰因为蓝冰太难挖，怎么办？好，我现在好想先回去试盖看看。我们目前这里9组嘛，加原本的7组。应该是能铺超过一半的吧，不过这里还有那个啦，蓝冰，我们稍微挖一下。总之，我们这一堆挖完之后，我想要先就回去了，先铺铺看嘛。好的，各位观众，我应该在这边敲了25分钟咯。我没有想过这一颗有没有超级大颗，我给各位看一下，光那一颗我就挖到多少个蓝冰哦，我还挖到快早上嘞。来，我总共结果我挖的比刚刚还要多的蓝冰哎，我这样应该还蛮够蛮多的吧，对不对？有一小箱应该还是行的啦，我要先回去了，先铺铺看好不好？先铺铺看。哦，感觉从这里开始可以哦，我们就从这个地狱门有没有？然后这一条路这边把所有的石头拆掉，换成蓝冰这样铺，这样子应该会还蛮 OK 的吧？只是我觉得光这里我就要铺很远了。好了，没办法，我们总是要铺的嘛。虽然说我其实也可以铺成灵魂沙啦，可是我觉得灵魂沙的这个没有到。很快，应该没有到很快。总之，我们就直接拿来铺吧。不对，在铺之前，我还是先那个把石头拆一拆好了。哦，好累哦，我还要拆这个石头，我快疯了。当初为什么要铺石头啊？我是不是有病啊？直接铺冰不好吗？铺什么石头啊？铺这个石头我也没在走啊，对不对？各位看我什么时候走这条路了？我到底当初为什么要铺石头啊？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我知道了啦，我知道我们要怎么补了。我先补一条，然后我们就可以快速放冰，然后放完冰之后我再补另一条。这样不就 OK 了吗？对不对？不错，不错，不错。来，我们赶快挖，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开始铺。好像其实这样蛮快的，我觉得。然后我们就是这样子，有没有？这样慢慢铺。会比我们按住 Shift 的铺还要快吧？应该是会吧。所以，我们这样铺是 OK 的。哦，刚一个超高速的点法，有没有？是这样子，有没有？我这样子左右晃，其实铺超快的。不错不错，我找到，我又学习到一个新的叠法了，好不好？这是我第一次尝试这样叠。好了，那我们这样已经铺完了，
一条了。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那个蓝冰还有多少？其实好像快用完了，等一下。啊，我们还有第二条道路哎。好，不管我们先这样子好不好？先把这边铺完再说。先铺完一条，我们再看要不要铺第二条嘛，对不对？而且我们家里还有一点点啊，到时候再回去拿不就好了？观众终于接起来了，哇！我天哪！总之，原本应该是在这里，没有，咻，直接用到这边来。啊，我剩下蓝冰剩不到一半，才搞出这样一条的道路，你知道吗？我天哪！好了，那其实我们在蓝冰上跑的话，速度并没有快很多，对不对？不过我知道大家都知道啦，我盖蓝冰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做一艘船来帮我们加速哦。有了这个东西呢，我们就可以超快速，好不好？超快速的抵达我们需要的终点了。来，谁，不要射我，不要射我，不要射我，我要开始开滑喽。这个就是我们的赛车，好不好？等一下，这高速公路有点问题呀、啊。等一下，我是不是也要做其他的墙壁之类的？不然我要顶到墙是怎样？Go！哦哟，哦，我的 fuck！哇，等一下，这个有点难控制，你知道吗？像这个地方应该就还行，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快乐往前冲，有没有？哦，可以，真的很快，观众，这个比翘翅快很多吧？这个应该比翘翅快很多吧，观众，超级快那种哎，只是它有点难控制啊，你给我好一点好不好？有没有各位观众知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这个矿车好用一点啊？它这个是真的很快，可是很难控。到时候我就真的带这艘船一起下岩浆，你知道吗？超危险的。等一下啦！哦，我们直接一个当白痴，你知道吗？我们直接在耍白痴哎！不行，我这个高速公路目前还是失败的。我们的这个太可怜了。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解决那个问题的话，哇！我真的，哇！我这直接让我的船有没有在岩浆上航行了？我天呐、啊！我们下一集再来改造好不好？我目前先这样就好。好的，那我们今天这集就差不多先到这，我们下集再见喽，拜拜。